người vậy. Sao chấm mà.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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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刚才我们没有钱，我给了20块，我们三个人15块。那没找啊？他没找的，他是往下面捐的。上面乘坐新巴第15号前往山顶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就这一边，那边打。这就是中间划的，往前面，过海。哎，然后那个，要通要到。爽到就抽样。啊？爽到就抽样。我呀，先生嘛，怎么玩呀？要啊。好，再来一个。收好的。收好的。收好的。那个警察出面了吧？现在，他出面，他开枪了吗？叫什么？抓的。2米3了，可以啊。这个都抓了，丢进去了。我靠！我们都没打进去了。2米7了，对，2米6现在人不多吗？拉不起来。他有没有放出来？那没放出来。困难还不能放，不能吃了。在哪里？香港胜利登记的时候，我们最后的台西大法庭，法官提升证，然后放你进去。哦，放你进去。放进去。好，现在4月5号你要到法庭去对客户的那个法庭。他不敢闹了，闹再抓的话我看中的那个。我要躲着，要躲着。没进来，没进来，现在都在没塞过，都是塞过。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毛汗都不会啊，被货都不中，最那个贪吃啊。那个医生儿子，他媳妇也是医生吗？是啊。那是老大，带大陆出来，到时候英文不晓得一个，不过他不出冲突。老大，那真的是老大。香港当医生，讲的英文的。他是哪个区？香港大学。
学医的。那个买个狗。现在发出是名校了，是有名的大学了。是香港只有几间大学，一个是香港大学，要比两个中文大学，有个正规定位大学，才几个，才五六个，然后地方很小。那我们大学在珠海呢？那我们大学？那我们大学很差的，很差的大学。在珠海。哦。那我们大学才开了几年嘛？啊，是在珠海。没什么名气。那一片都不报给澳门了。哦。现在珠海就是很多地方都要报给澳门的，都给澳门。澳门没地方了。澳门地方小。地方小。走不了点点了，快穿点，点点应该能。两个被关了，搞的。你身高有两米三，你还高度装得到吗？啊，你。你装贵耶，多不多来装？啊。哇，这小木错啊，做的方便。是玩的。是玩的。这敢做？哎，有人做嘞。已经做了。小孩。怕了。那么高。就是那边咱们想两米三米吗？出蹲在哦。我简单一点的时候，那个就好像越长越大了，我就带着去看做那个 B 超、彩超，说那个表面光滑，月里面只够它是乳腺癌，结果我小孩生下来一做活检，荧光多少堆回来了，就不该生下来。那个孙子现在还在年龄期，哪个？为什么？有灵性。我住的一个小区，他跟他爸爸住在一起。早两天我还带他到珠海玩呢。哦，这样。我以为他不去，结果我们走的时候正好换脚了。他说要去，那就只能到珠海玩。玩了三天四天，15号、16号就被查出来了做生意。没有通行证啊，没办法。但他们香港，我在长沙就办好通行证的。
他自己自己回去啊？他自己会回去，是吗？高二了。高二。嗯。高二也是是。16、17岁了有。这么重病啊？这去海玩了几天，可以回家了。等你个，等你个。啊？我的孙子就问这个话题。哦，你给你问的。啊。哦。啊。你讲你。喂，就一个外省人，都是男孩。就跟他们一个男孩。嗯。没有，就跟别的男孩，没跟别的男孩，他们两个人，我就跟他们两个人，我就跟他们两个人。太好笑了。他在长沙跟你们住在一起，不是人啊，包在长沙没住家，在长沙都跟你们住在一起，没啊？他一年要回去，回回回长沙回长沙，回长沙来，他有机会就回来看我们。他有几套房子，他现在住在别墅。我们现在住对面的，长安街旁边那个很多的卖东西的，那个前门呐，那买东西的，哎呀，买一次就不想了，就是你说。
我都不想去了。以前呢，那个长征，我去了一次，我就去了，不想去了。那不跟你什么好卖？又累，继续哇呀，走走。长城，我们到八大岭那里说，不是到长城。为什么？不好啊，到长城不好，那哪地方呢？到这样。啊，去了。那个长城爬了两梯，我就不想爬了。爬了两个峰，爬不上去了。我那个时候还是十多米前，我都爬不动嘛，现在不是。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很爱想起你，很喜欢起以前。对了对了，给点。以前他就愿意给我顶关。你说跑关了吧？就是，现在老了，真的不想动。那天我儿子跟我说，还想带我到龙门去玩，我孙子在龙门多好啊！我说说好说我不去了，坐飞机坐十几个小时，啊，那差不多了，十多个钟头的，十多个小时，确实，还要在中间停一停呢。不停，你不会直接飞的。那没关系，十个钟头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那个孙子在那个孙子可能会有一点，我说我那个孙子啊，现在会有一点，他虚多的嘛，他学的那个爹爹是叫做什么？金硕，金硕，金硕，之前那个去了就是过年了，包裹了哦，这个今年很近呀。金硕这几年，他们学校倒塌了，上不去，倒不下去了。哦。他每个学期还得了奖学金，还拼命毕业了。哦。去年我们几乎到一个人都去参加了，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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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
孙远红线，那个密码是孙远红线，本地的吧？哎，学生学弟。你现在对儿子做什么事？我现在儿子开始修那个考过荆州的十级房子，他在北京一个考到的十级考了几年，自己搬了一个十级。在北京啊？在北京搬了一个。你那啥？哇，他卖好忙哦，那几年。全国各地都有十几个哦，他员工都有50多个，都是请的那个高级心理医师，那个十几万的，他就当老板，他干的可以，自己的收入，自己的人那么这种房子就少了。那个时候前几年是。前几年很旺嘛，所以这几年他工作也不算很忙，他这个是比较轻松的。哎，是不是呀？是不是呀？啊，前几年啊，你到长沙来，他地方不多。你看我那个孙子怎么讲？他跟别人讲，我爸爸是打电话赚钱。我妈妈是挂头电机，就是他妈也是考书记的，中学，文化中学，原来一个月女的，都是一个十几个工作。他就说爸爸就在家也是电话，他就这么理解的，反正电话不过，不打头啊，都是电话理解。那妈妈呢？妈妈就挂头吧，这十几个。挂头，他妈妈这十几岁就十几头，剪不掉，挂头嘛，挺厉害的。他妈妈活得辛苦啊，现在当节气代表了，这都不一样。我甚至到美国去以后，回到了半年回来，他就工作干了，不一样了。大爷一天的钱。那是我儿子很感谢他的老婆，他说我的孙子就是爸爸他婆婆培养的，他工作忙吧，忘记了上八个小时班就陪着上这个课那个课，到他在培养嘛，我就说他婆婆培养去了，我不能讲。我的媳妇，我的少许有一点点不满意的话，他就跟我说回去。那是，哎，我们老家伙就不管他那么多了。不管了，只要你们两口子感情好就行了。那我们就不错了，哎呀，学这个谁这个要跑人家宿舍，在外面另外搞一个有没有办法没？现在有钱了。
那是。一个两个，不少吧。那是。他学医的很。他就喜欢当保姆。也不怎么厉害。那大学那年纪就好上了。这是缘分，不缘分在这里。我的媳妇，我不见面。哎呀，我跟他花盆耍起来。哦。人家的。这是下一代，是下一代的事啊，他的。那北京我就我们两个租一套房子，他们就住在学区里面。到礼拜五晚上就接我们去玩两天，礼拜到礼拜天晚上又送我回来。很少讲话，吃了饭我儿子住的隔离，我们住一楼吧，他们在二楼吧，有三层楼，我们在二楼吃了饭，我儿子还在隔离聊聊天，他吃了饭好了，话也不跟你讲，我也跟他没多少讲。那跟媳妇讲话怪怪的，蛮奇怪的，话题不多的。你呢？你是一样是一样。你还是个男同志啊？是吧？你跟我老婆没话讲可以啊？我是你妈呀！是我。也一平时应该是啥个老一多，平时比较差，不厉害，因为是因为平时没有，就是我给你讲一下没有，没有点多，没事那真的，人不坏，我儿子对我们好，他都没意见，不是，这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可能一点点，应该的，应该一手在捞，那个捞。应该的，你也没赚钱，你有什么话讲啊？不是我儿子赚的钱，我有话讲啊。我就我儿子嘛，我说你再来就是干嘛呀？那样，我就是说他同事，他老婆有没有意见？我有什么意见哦？我连着一个老婆可以赚，说你老婆可以赚。是这么幽默吧？我万一我离了吧，又找一个，找不到。这是开玩笑的。开玩笑的话，他也不会离。是啊。开玩笑的意思。你还没上山呢，但是离婚再结婚也是很痛苦的事，哎呀，不是什么。听着你是说什么？哎，别总还是有点轻自己啦。你到底说起来了，你说的，你跟家乡的吗？现在你说结婚的都买了好多。现在的风气不同了。这样我们那个时候，那是啊，找一个就是一个，那是啊。再说你也能跟他过一辈子了，没办法吧？那个时候很认真，对，啊，很认真。啊，谈成了就结婚，再也不离婚。是的。那你们俩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结婚。现在爬山上去。爬山上去。我现在几年了，也是快到了，也是年假。根本其实应该有地方放。那天气好呀。啊。路也大了。这个马车哦。啊，不是。而且超富有。就
那个地点一半都满当了，也收一个。他这到松江来。不带人家去了一下，也用到深圳去。今年我去了，那年我去的时候到了福州那边，有一天去广州玩，去了那个叫。所以我不会
给他买了房子。哇，这本也都买了。没有房子是吧？他现在也自己自立了，不管他。这个这家这个巷，这个巷这边都打工，我在公司打工，勤劳的。电脑。他也是买，也跟他买的房子。没有没有，我打算呢，将来我租这个房子给他，很公平啊。而且现在呢，我经常帮他忙的啦。他两个儿子每天来我家里，我儿子可以几乎连吃都要到我家里吃饭。那也蛮蛮明显的。我从来没跟他要钱。钱多都没用噻。没有，我老婆那里可以吧？好，我儿子去我不要接我，有的了他就花，买钱买什么就买什么。现在糟糕起来是办公室，他本公司自己都不想买，不想买。我想有钱，想用，不想用他。有钱都没地方用。没地方用。去旅行走不动，厉害的你们在。我只能叫要问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买。来了两次了，都是
是一天来，一天来我就去那陪他去玩咯。他不，你几天来有了？几天要回去的？不去啊？不去就是不去哦。他很近吗？那是早上来，晚上回去。刘寿珍那阵脚不行，他就很早。刘寿珍好像来一次，在那边，那边呢，担当刘天哥。有时候多少吗？差不多。最后一次住宿费的时候，你有去吗？去了，我从那从五二十三去的嘛。来了。这边最高还是气氛，这边最高还是没有妹。那时候好像讲的长不大的出会，因为他的生日搞在一起。生日就生日，聚会就聚会，就是聚会是什么？聚会是他后面，我们就是提及聚会生日一起办。就是。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很大一件什么搞的这样谈去。我儿子做八十岁，我老婆我老头八十岁已经做了明天了。八十岁生日，我儿子媳妇孙子都来了，不生。任何人不生。我儿子的朋友。结婚不定的朋友都来了，因为他们发了不管。对，因为他们说。啊，那个只是昨天那个我老头自己洗澡的，讲了他的生平。我真的可以就是，你这个生意做得好，你父亲的水平也高，办得好一点哦。哦，你刚才在说的那个啥？还有啊。来，看看，你贵没注意呢？好啊。我查这东西。你看那个身上还有盖有啥？我这块牛都高兴哦，早早。早拿人家的钱来我说那个好浪漫。我这个人没处女，但是我够。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啊，我一点都不想去，我从小倒饭的。钱是没几个钱，但是我得勇敢。什么羊肉来？哎，我要羊肉。我一天不给两块钱，我一天不给两块钱。我给的嘛是嘛，我的家庭说好了。特别不打路算。应该都是家庭说好了。我家庭说好了。你不打路算，你家庭说好了。我想要他一楼。
到香港来找你来玩，啊，他说我去不了，去不了，他那个腿没有，哦，觉得那个手活动都不方便。哦，现在在釜山，在釜山，他那到珠海来的，让他那个他姐姐的儿子在釜山嘛，让他儿子送他到珠海来，我们那一路去的旁边。哦，他说正好有长沙，这两年到长沙有我们见面的。也赚不到多少嘛，有哪有？就是啊，也赚不到多少。
他包了，他主要让我们就是工会的钱给他一样的礼品，那时候你觉得里面还不少吗？两个人加起来一样，真要他包了啊，真要他包了，我一块钱不给他啊，把衣服给他包了，是吧？而且也弄不了了。那我们就够，坐着，又不用担心，是啊。